不要啊！Oh no! 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直播。每个礼拜二的晚上，我们玩的是《萨达传说：旷野之息》。就到了这个时候，我们终于要接受剑之考验。那如果有玩过这个游戏的观众就知道，剑之考验哦，很难的是顶级的很难，顶级的很难。不过，如果是大师模式的话，初级的最难，这是我们今天要挑战的大师模式剑之考验初级。好，那一开始大家都知道我喜欢用炸弹，那就来咯。对不起，哇！对不起大家，我错了。我只有想要叫一个过来，我没有想要叫两个过来。孝子，啊，死了。好，第一步算成功。它重点就是它会滑下去，你知道吗？很讨厌。滑下去了 ！Oh my god！ 不要！不要！我会死！补血！不要啊！
怎么出来了？怎么出来了？他为什么掉下去啊？没有剑了啦！拜托，拜托，不要再吐你的脏口水！No! No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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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给我下水！不要给我下水！笨蛋！不要！不要！没有料理了，不要啊！不要啊！
功。